这次我能顺利醒过来，除了你的解药之外，还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吴大夫。就在前不久，吴大夫也才确认了你是他的女儿，我也才知道了他的身份。但是，他并不是不愿意跟你相认，而是不敢跟你相认。毕竟立安门主女儿的这个身份，会为你带来很多的祸患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。 你去太极山的时候，他真的很担心。我理解。青青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危在旦夕的时候，我知道吴大夫竟然是你的父亲，我觉得特别的亲切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就算我不在了，也有人照顾你，而且他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他是一个心怀百姓、胸有大义之人。 你有这样一位父亲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南宫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就都摆在了我面前。我在努力地适应一切，只是还需要些时间。 有我陪着你。